캡콤의 레지던트 이블은 게임업계 종사자라면 모두가 알고 접해본 세계적인 게임이자 게임 개발자에게는 선망의 대상이기도 합니다. 저희 펍지 주식회사의 배틀그라운드 또한 세계적인 인기와 함께 IP기반 다양한 사업을 추진하면서 콘텐츠를 확산해 나가고 있는 중에 세계적인 IP 대작 레지던트 이블과 함께 협업하게 되어서 영광입니다. 특히 이번 협업을 통해 저희 펍지 모바일 팬들에게 배틀그라운드 고유의 플레이 재미에 바이오하자드의 게임성을 녹인 색다르고 새로운 게임 플레이 경험을 제공할 수 있게 되어 정말 기쁘고 팬들의 반응 또한 매우 기대됩니다. 바이오하자드R2は 1998년に 発売した バイオハザード2を 最新の技術と新しいアイデアでリイマジンした作品で 1月 25日の 発売以降 出荷数も 全世界で 300万本を超え 多くのゲームユーザーの方に高く評価されているバイオハザードシリーズ最新作になります。 実際に RE2の開発にファンが多く 今回 PUBG MOBILE から イベントモードでの RE2の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の話をいただいた時 我々も注目していた IP だったので非常に嬉しかったです。 我们整个开发团队对 PUBG MOBILE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热爱， 同时我们很多同事也是生化危机的铁杆粉丝。整个团队前后投入了半年多的时间， 我们和 Capcom一起深度研究两个游戏的结合点和平衡点。 我们希望能够在保留 PUBG MOBILE瞬息万变的很刺激的这个玩法之下， 同时能够去还原生化危机非常紧张的一些设定和体验。 我们也坚信只有当开发者自己是核心玩家的时候， 我们才能从玩家角度去开发出真正好玩的游戏体验。 这是我们推出的是僵尸破晓生还的一个全新的玩法。玩家会经历3天2夜的这样的昼夜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呢，不单是要对抗其他的玩家来赢得第一，而且也需要防御这个僵尸的袭击。我们这次引入了非常多的僵尸，暴君的登场方式呢就会更特别一些，它会随着飞机投下的培养皿而出现，击杀它获得奖励品。 我们做了一些特别强烈的这种细分设计，包括这种近战僵尸、远程僵尸啊，还有一些更难击毙的精英僵尸，有自己这种独有的僵尸设计。我们植入了里昂和克莱尔的皮肤， 还原了艾达王和马尔文的套装，让玩家重现了经典的《生化危机》 IP 形象。从最开始的提案到做出原型以及推翻调整，团队为这里面投入了非常多。那中间包括节奏调整，包括交互或收集表现，都是反反复复非常多次的这样的优化。 PUBG MOBILE现在全球有数量庞大的玩家基础，我们希望持续产生优质内容，并且把这些好的内容根据各个区域不同的需求带给玩家，并且进行本地化的推广。未来，我们希望能够与更多的好的 IP 厂商合作，并且产生更多好的内容带给我们的玩家，敬请大家期待。 よりサバイバル要素も増したイベントモードの ゲーム性もクオリティが高く、 RE2のキャラやクリーチャーが PUBG モバイルの世界の中で非常にうまく表現されています。 PUBG モバイルファンはもちろん、 PUBG モバイル未体験のバイオハザードファンにもぜひプレイ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です。また今回の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でバイオハザードを知った PUBG モバイルファンにはぜひ RE2をプレイ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ですね。おお、警官ゾンビ。 Survive till dawn.